今日嚟咗時代廣場喎，佢一上嚟咧有個金像獎嘅一個介紹。嚟睇下呢個時代廣場啊，那個遺跡啊，係咪真係遺跡啦嚇？咁啊，一上扶手梯呢一層咧就好靜，一個人都冇。我嚟睇一睇。今日係4月14日，而家咧大概12:30啊。咁啊，呢個一上嚟扶手電梯一上嚟咧，就係一啲名店啊，全部冇人嘅呢一邊。而我哋擸過嚟呢邊咧。都是沒人的，那我們現在呢朝著這一道上去一層看看。一上到來呢，這個檔是三樓下，仍然都是一些名店來的，似乎全部是名店，都是很靜的。看看上面有什麼客。上到來呢叫四樓Sarah 這裡仍然咧都係好靜嘅，呢個12:30嘅時分，呢個四樓嘅位置。可能咧又要上多一層啦，再上去五樓下，都係咧嗰啲見慣見熟嘅名牌啊。上嚟呢個五樓都係咧啲大品牌嚟喎，所以難怪咧冇人嚟啦。呢個而家五樓嚇，初步咧睇咗幾層咧，佢嗰個格局就係咧好明顯啊，貨啲大陸有錢遊客，但係而家咧似乎呢一班客已經係不在噶啦，不復在啊！又上去咧六樓睇一睇啦。一上嚟咧就係有間裝修緊，咁開始嗱呢啲品牌開始咧啊，即係又低翻一 grade 咯噃。咁但係咧，似乎佢嘅目標客户係完全冇噶，因為下邊咧其實好熱鬧嘅，睇下喺下邊嗰條街道，我哋啱走嘅時候再影一影。而家咧呢度係六樓影翻落嚟咧，你見係完全冇人啊，大概12:30嘅時分，4月14日星期日嘅。咁我哋上埋去咧，就可以知道呢個時代廣場係咪真係一個遺跡啦？變咗六樓啊，嚟到七樓啊，呢個 Adidas 咧裝修緊喎。咁啊，運動用品啊，七樓開始咧，嗰啲名店唔同咗啦，呢一層運動用品仍然咧強調翻，依家係12:30嚇，我哋可能就咁兜個大彎啦。可能2:00再翻嚟望一望，睇下究竟係點情況。而家七樓上八樓啊，上到嚟咧應該係賣電器嘅呢一層啊，八樓啦已經。電器電器好似就好啲咯。都是呢職員啊多過客人啊。九樓看看又是電器鋪喎。哇好靚啊，一上嚟呢兩部大電視，有少量的客人，全間豐澤。Starbucks 都不是太多人咋，不過叫做最多人的一個地方。再上呢來到十樓了，哇哇咁快幾嘢嚟咗十樓食㗎啦，十樓呢度全部係食嘢㗎啦。十一樓戲院，英皇戲院食嘢呢就多人啲啦，呢度全部食噶啦，十一、十二樓呢間
水滾茶靚仲喺度，呢間都幾好嘅，不過貴啲。咁啊，午餐再上埋12、13樓，反而咧最多人咧啲食店，呢間食 pizza 咧最多人，其他嗰啲咧可能貴少少啦。啱啱嗰間 pizza 最平民化啲嘅，個價錢啊相宜。呢度就英和，咁冇啦，其實嗰度有間泰式啦。好靜好靜下，呢間月就係都唔錯嘅，入邊都幾多人，咁我哋就落翻去，再揦揦其他位置就可以大概知道啦。呢個星期日嘅大概1點鐘啦嚇，會係一個咩嘅景況？費事影得太過仔細啦。中菜館廣場，哇！天下第一豬，即席咁黐。呢一層咧，中菜呢一層啊，多啲人。頭先嗰啲西餐啊、日本料理啊，嗰啲咧就冇乜人。呢間利苑啊，爆曬咁滯。Starbucks 咧都係冇乜人嘅啫，呢度啦，全部 Starbucks。呢啲就唔係食噶啦，呢一層就慢慢落翻去咯。我哋反方向，你見咧都係零星啊，小貓幾隻其實每一層，唔知咧以為去咗啲外國嗰啲商場。星期日嘅而家大概1點鐘，唔係裝修緊咧。就係冇人噶啦，一係咧都係嗰啲熟口熟面嗰啲品牌，但係就人咧相當少。你見咧每一層啊，都係啲路人嘅啫，即係明顯咧，特別呢個應該係職員啦，呢個又係都係職員啦，好多都係嚟 hea 住行嘅啫，其實。即係叫嚟商場嘅客人，基本上咧都係職員啦、店員啦，啊啱啱個都係啲職員同店員，呢兩個咧就似係客嚟嘅，都係經過啦。咁你見咧冇乜人啦，咁個消費意欲都係低嘅，同埋咧佢呢個似乎係走一個名店路線嘅，頭幾層咧全部都係嗰啲大型啦，佢由最低層咧。嗰、那個1樓開始咧係最名店，跟住2樓、3樓慢慢咧一路一級一級咧去再低啲低啲低啲。咁頭兩層咧，你見全部嗰啲咯，比較係知名啲嘅，等你會見到。跟住再上咧，就慢慢係嗰啲電器鋪，再上就食嘢咁樣啦。你見呢個扶手梯咧上嚟咧？其實就有老人家啦，有啲單獨嘅人啦，咁單獨都係嚟輕輕逛啊，或者可能翻工嘅啫。咁你見一個外國呢度一 pair 啦，一 pair 次啦，咁嚟落嚟都係咧，哦冇嘢行，行完走咁樣咯。咁呢個職員啦、職員啦、店員啦，呢啲兩個咁樣，兩個咁樣啦。咁而家好似多咗啲人嘅，開始多咗啲人嘅，你見嗰條樓梯都多咗人。但你望佢哋嗰個分布咧，你大概都可以判斷嚇係咩情況噶啦。菲律賓啦，你見好多都係一個一個嘅，一個咧。可能都是嚟逛下啦，或者嚟翻工上班啊。咁啊，少數咧兩個遊客，咁啊完啦嚇，已經咁樣遊完咗呢個時代廣場。如果正式咧咁樣巡一巡個業務咧，真係5分鐘巡完啦，因為冇人啊，冇人變咗啦，嗰個意欲啊減低嘅，一冇人嘅話就。
反而地下呢啲啦，一樓啊呢幾間咧就係多啲人。得啦，你見咧下邊係旺嘅噃，人係多嘅。而家咧大概一點零鐘啦，慢慢行嚟行去之後，咁開始多翻啲人嘅啦。咁我陣間睇下兩三點再過一過嚟啦，但係都唔會覺得有幾多人嘅啦，會其實。呢、这個時代廣場啊，嚟大膽望一望就係4月14呢個星期日啦。啱啱咧睇，頭先係12:30開始拍啦，拍咗我諗半個鐘。你見地下其實個人流係多嘅，正常咯，正常咯，係都 OK 嘅啦。其實而家如果地下呢個人流嚟講，咁我哋呢個咧銅鑼灣呢一站咧，我哋就完咗先。我哋再咧試下拍下條街，由呢邊咧一路行過去咧希慎嗰邊，睇條街道嘅狀況係點啊！多謝收睇呢一集。